是这样。哪位乘客给这位大妈让个座啊？来，走吧，来，大妈您坐这儿。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哎呀，哎。这是你坐的地儿吗？你不坐还不让我坐、啊。哎，这位先生，这个座是这位先生给这大妈让的。那是他是。你，算小伙子，你就让他坐吧。谢谢大妈，谢谢你啊。大妈，您坐这儿，坐我这儿。哎，谢谢姑娘。哎，知道那几个字怎么念吗？禁止吸烟呀、啊。不对，那叫不知羞耻。不知羞耻，不知羞耻。哎，现在有的人呐，就是那么不知羞耻，对吧？哎。喂，老伴儿，那干嘛呢？我大连忙，太忙了。哎，是你想我了。过两天。喂。我的天安门啊！哎，我没骗你，大连也有一天安门，真的。天安门你都不知道在哪儿？人民大会堂旁边啊？不是，那大连也有人民大会堂，比北京那还大呢。你真不知道天安门在哪儿？我鄙视你！我真的没骗你。我告诉你啊，真的，东边是东单，西边是西单，北边啊是景山。前边就是前门，哎呀，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，再听不明白呀、啊？再明白你去死吧！等我啊，等我回去啊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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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飞刺的玫瑰，亲爱的。对不起啊，你看着点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哎呦，你慢点。公主坟到了，大家准备。姑娘，我到了，你先。大妈，我也到了。是吧？嗯、那小伙子，你坐吧。哦，我就不坐了。你坐吧，别便宜那些不知羞耻的人啊。好、哦，我坐，我坐。走吧，大妈。姑娘，谢谢你啊。客气，大妈，谢谢。没事儿，有病。刚才叫我干什么？刚才那戴墨镜的人想偷你手机，我提醒你，我没偷你手机。别跟我废话啊！我看你们就是一伙的。我今天非把你送到派出所去。邵班长，叫司机停车，叫司机停车。哎，各位乘客，咱们车上有人丢东西了。
先让司机师傅把车开到派出所去行吗？行，我要上班呢。好了，你们上路边躲着。还有事儿，还有事儿呢。卡急着了，哪儿？我说你们还有没有功德了啊？我把小偷给你们抓着了，你们还这样？哎呀，打110呗。都有啊，帮我打110。先生，您别急，马上打，马上派。我今天非得把你送派出所去。去看看去。站住！过去，笨蛋！带我的鸡蛋！小伙子，行啊！警察同志，你偷我手机，还是拿鸡蛋打我，你走了。我不是贼。你不是贼，我代表政府，我踹你！同志，别追了，警察。不对，他那包里边一定有玩具娃娃。我肚子疼，蹲一下，没事没事。那您要不休息一下，这儿有凳子。哎，不用，我先打个电话啊。您请。喂，哎，方梅，我路上有点事儿，稍微晚点到。对，啊，你还没出来呢。啊，好好好，你稍微晚点出来吧。对，好。你好，先生，要买花吗？哦，看一下吧，来一支玫瑰吧，这最好的玫瑰。多少钱啊？2块钱一支。哦，来一支吧。这点钱你就敢出门吗？你也不怕丢人？